简单哥跟人家做菜的时候变得很简单，每日健康，简单哥来为你把关。继上次的综合蔬果汁啊，这次带来给你不一样又更一样的坚果绿拿铁。听到拿铁啊，不要都只想到咖啡因，而是里面加了许多蔬菜，让你能快速的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。咕噜咕噜，一次都全部把它喝下肚喽！赶紧来做我们的坚果绿拿铁，还要选什么果汁系列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来，这边的话，点 YouTube 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、粉钻两个、爱心两个、点心两个、大礼两个、什么的，这样每个分享赞都是欢迎收听。姜水预热至沸腾。热水淋上地瓜叶、青江菜，烫后捞起。把蔬菜泡入冷水中降温，然后捞起沥干。破壁机放入蔬菜、凤梨、香蕉、坚果、水，抽真空后打匀即可。